想同人哋讲，点解人哋会通知我事？你见过我？你见过我？还是一个骗我？我。刚你伫办公室看到我甲钟军的小亮，其实我唔是咧为何家己而想，是因为伊想要咧做你头我啊。伊想怎想想，要甲我头我哩？因为伊发现伊家己是戴天明的制裁者，这件代志交代完以后，就随传出伊方崩泻意外。上奇怪的是伊爸妈的反应，所以我才会怀疑你根本就无事。什么戴天明？什么制裁者？天后刚才有这款代志啊？因为伊唔知影要让你等偌久啊，伊要修炼偌久，而且即摆这个妖魔是啥，你倒位拢唔知影，伊无想要让你等，因为惊去耽误着你。伊惊去耽误着我，伊只要跟我讲清楚，不管是爱我等十年、二十年。还是一世人，我拢会等伊啊！你就知，我早就应该知影你安尼。自头到尾，我是我家己一个人在被消受。你想想顾武功跟我当作情人同款，这么重要的代志你做阮无啊？哥哥，你来看我哥哥敢死？无有话伊可再跟我讲是无？我无，那是因为……来，继续来，还够有一个问号清楚。看张军到底伫咧度？我要去甲爸，去甲妈，去找甲我讲我清楚。志聪，志聪，加油！你，志聪，是的。其实我一开始咧想，总军有可能是假死的，但是煞无直接甲你讲的原因是，我有事情，我想要趁这个机会，甲你留伫外省国边。是的啦，我明明就知影你真爱总军，我煞搁安尼想，我真正就乌一个啦。我安尼做嘛，等于是辜负你对我宽容，对不起我家己的好兄弟，我真正做袂结账，我。你想做要安尼听话你家己，看你安尼，我看到足唔甘的呢。你看我真重的，我是凯宏，我不是钟军。哪会这热？哦，哪雄雄感觉这热？我冷的。钟军，没电了。奇怪，我哪雄雄感觉连我家己也热起来。调调，明天我袂当趁这个机会去占子龙的便宜。
警察，你搞不起警察。你想做要搞我杀鬼？我这么爱你嘞。子彤啊，子彤，子彤，子彤，你惊醒啊，子彤，子彤，我袂醒无，差一点无你出去。姐啊，你先别这样生气啊，看两个眼神就知有问题啊。阿妈给我叫，啊，春菊，子彤，哎，子彤，别安尼啦，子彤，你太安分了，子彤，子彤，你较清醒的啦，伊是凯虹，伊唔是钟俊啊。子彤，钟君，钟君啊！哎，子彤，有点，有点，你甲凯虹先救出去啊！对对对对，先甲人抓出去，再我讲啦。子彤，子彤，啊，钟君，钟君，哎呀，我钟君，我救未掉啊！子彤，我来啦！子彤，我个笨蛋，想呐！对他，这个阿姨，你来伫遮，已经把终身精神了。我精神，我拄则是。你拄则，讲自动断掉掉，我想要甲浸落，救拢救袂开啦。我哪会？哪会呗？那不是阮赶到位，自动已经给你。是的，我唔知道我现在变个安尼，我无回头变改。好啦，有啥物话起来就讲。除了是的，我无回头讲。哎，你也别伫遐咧自责啦。其实哦，阮并不怪你，我在想啊。你应该也是去予人害啦！站住！来，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这这两张符啊，伫个子彤的套房内底找到，一张大碟名称摊后壁，一张大碟客厅碰椅的卡，这是阴阳合合术的咒法。什么阴阳合合术啊？你阮合作伙就是面，上主要目的就是爱开放，也够志同人来合作的。合对头啦！啊，我只是解释给你听，重点是这咒法嘛，互咱破解个毋是？啊，讲到底哦，开放哦，蛮受害者。什么阴阳合合术？哪有这样神奇的代志？这是魔界的春药，就是要阮梓潼甲凯虹，因两个找米煮食饭，哪能做这么妖秀的代志啊？啊，是啥物人要安尼对待我甲凯虹啊？对哇，这人安尼做对有啥物好处啊？这个人啊，就是挑故意要破坏梓潼甲将军的感情啊。对，有对。啊！你不是有摕到外口迄走道监视器的画面？紧摕出来看卖啊！奇怪，这贼通哪会进小套房咧犯案啊？要进嘛是进豪宅啊？伊就是挑故意啊，要你来帮扶我啦。应该伊是一个有心人啊。你俩想看卖？恁两个若是下过道德的底线，
噶时阵上解艰苦的人是虾米人？董丽华将军。是假死，是假死嘞！将军真正无死，所以恁讲将军伊伫咧中东，让几个人绑到水沟沟，迄拢是咧骗我的。讲话啊！恁是安怎拢唔敢给我看嘛，唔敢给我应？我即马我也挡袂住啊啦，我袂堪要忍。我若继续安尼落去，我好好一个查某孙，真正会变成朱丽叶，你知道？阿公，你甲我讲，庄俊义无死对无？庄俊义搁活咧对无？其实安尼啦，因为这将军啊，一代天兵，伊都必须要修炼，才会当变成一个制裁者。所以啊，伊都一定要控制家己的七情六欲，哦，无情无爱，无挂碍，无缺点，伊才会当啊对付这些邪魔歪道。跟我想的同款啦，无怪总军来找我，爱我代替伊照顾子桐。就算伊有灵不在身，伊嘛会当甲我讲啊。你是安怎要斩断伊甲我所有的牵连啊？啊，就因为哦，你邪魔歪道到即摆，我找无到底是啥物啦。嘛，因为将军迄斩妖除魔的本领吼，爱经过修炼，一直到迄开牙给伊。诶，迄个法器金刚杵，伊会当甲控制。哎呀，总讲一句吼，伊就是不忍心去耽误着你啦。哎，子彤啊，啊，阮就看你安尼有体无魂，安尼伫遐过日子吼，哎呀，阮嘛就唔甘的啦。也唔过啊，为着要配合将军。所以，啊，只好委屈着你啊，子彤啊，你莫怪阮大家冤骂你啦。啊，一开始我知影将军要用这种方法来离开你的时阵，我嘛是足生气。啊，不过我看到将军，伊目屎流目屎滴。啊！几个人有体无魂迄种模样，我都不忍心搁去比伊啊！子彤啊，你看你，啊，卖出物件胖见哦，找倒转来同款，啊，欢喜啊，唔知影是要哭还是要笑啊！妈，我心爱的将军搁活咧。我未来的囡仔有爸爸。一个工人将军哦，是讲大代，你们是同款，你两个人哦是工作伙的啦。乖，爸爸啊，你是在哭？废话，干咩哦？那我是欢喜在哭，啊，我的好媳妇哦。免阁痛苦阁折磨啊！哎呦，来了来了，好好辛苦，阿姨笑了，别哭别哭。